公啊，你嗰个咧婚姻咨询室咧几时开张啊？都好几天咯，嗬。我开张嘅二话为啊，问题系我点样先至可以嗌到啲人过嚟进行婚姻咨询？咁肯定系佢哋有问题咧，先会过嚟嗰时解决噶啦，系嘛？系，之但系而家好多人系冇发现自己有问题噶嘛。譬如话就佢哋会好似我哋之前咁一味。但系揾唔到问题嘅关键喺边度啊？甚至有啲人咧系到咗离婚之后先至发现问题关键，但系嗰阵时都离咗婚啦，咨询嚟都冇用啦。咁样啊？咁你想点啊？吓？如果系咁咧，就要提早帮助佢哋喺未离婚之前就发现问题。发现问题？嗯。你日日喺餐厅噶，你有冇发现有啲咩异常情况？异常啊？点样子先视为异常呢？譬如话家庭主妇一日三餐都在你度叫外卖，或者是已婚男性一日三餐都在餐厅吃。啊，有啊，美姐啊，最近咧美姐成日喺我哋餐厅嗰时点外卖嘅，跟住咧佢只系点自己同阿喜儿嗰份，过咗一阵咧，阿桂元哥咧就会单单咁落自己嗰一份啦。系佢啦。是他。喂，赵坤，你望我成两分钟噶咯喎，我块面有啲乜嘢咩？喂，个可乐你仲要唔要啫？啊，要，埋单。哎呀，美姐啊，我发现你呢一排瘦咗喎，系咪因为长期食外卖咧？咪因为你老婆咯，我日日都去帮衬你老婆嗰度叫外卖噶。哦，咁点解屋企有饭都唔煮，成日食外卖啊？系咪你同桂元之间出现咗啲咩问题咧？嘿，你点知噶？哎呀，咁你有饭唔煮，成日食外卖，系人都知啦。其实你同桂元之间有啲咩问题咧？你可以向我倾诉下嘅。嘿，同你讲有鬼用咩？嗰只咁嘅肥仔啊，我同佢咧就两个人一齐去炒股嘅，两个人就一个账户。咁佢唔得闲嗰阵时系叫我去炒喎，咁我啊梗系按我方法去噶啦。咁套路咗佢又赖我啦，佢就话你咁样入货噶，咁样咁喂，关我咩事啫？我按晒佢嘅指引去噶啦嘛，咁咪一日到黑喺度闹喺度嘈交咯。呢个问题我都解决唔到，因为我都炒窿咗。唉，同你讲系冇鬼用噶啦。唉，说话唔系咁讲嘅。嗱，阿May啊。我而家咧就新开咗一个业务，就叫做婚姻咨询。你同桂元之间有啲咩问题，你随时可以揾我倾诉嘅。其实咧，你哋炒股嗌交可能只系表面现象，真正嘅原因，经过我嘅专业分析，我认为有可能系你哋两个嘅父母出现咗问题。吓，系啊，嗱，你哋嘅父母如果出现问题咧，对你哋嘅婚姻影响就会好大啦。所以你应该及时揾我倾诉嘅。我哋嘅父母有问题？冇错啦，你需要我嘅专业意见，婚姻咨询。嗯，老婆，我翻嚟。喂，翻嚟。点啊？入咗货未啊？入咗啦，全部放晒喺仓库啦。放晒喺仓库？系啊。我唔系问你士多嗰啲货，喂，我问你股票啊。梗系冇入啦。经过你老公我反复嘅推敲，精确嘅预算，即系我觉得咧。今次呢只股票咧，近期咧一定会反弹嘅，而且弹得我同你解释咁多做咩咧？讲极你都唔明嘅，你啲正一猪抌兜人头猪脑嚟嘅，你真系。哎呀，又闹我添，喂，你咁叻啊，下次你自己操作翻，唔好叫我做啊。我得闲就梗系我自己操作啦，咁我唔得闲啊嘛，我要去探阿妈打噶嘛，点知你啊指东你系都走去西嘅啫？探妈打？梗系啦。你今日去探妈打嗰阵时，妈打讲咗啲乜嘢啊？冇嘢啊，咪讲嚟讲去都系三督屁，都系问身体几好嘛，食几碗饭啊？冇理由噶，你次次翻嚟啊，就要硬系同我嗌长交添。哎呀，喂，你自己屎蠢就蠢啦，你仲乜要扯埋妈打落水？唔好讲嗰啲先，嗱，即系咁样，嗱，今日咧阿妈打有冇同你讲，就话咧我哋两个咧就唔可以有一个共同嘅账户去炒股啦，仲有咧妈打有冇怪咧，就话净系你去探佢就我冇去探佢啊？得，通我叫餐。打电话唔系啊，我仲未问完，喂，收声。
街市我俾两条路你拣，一下你就打电话叫餐，一下就我打你。打咩啊？哎呀！哎呀，咪点啊？系咪揾到问题啦？要揾我倾诉啦，系嘛？揾唔到问题啊？唔系佢嘅父母问题啊？咁就即系你父母嘅问题。我父母有咩问题啫？我父母都唔知道我炒股嘅。我讲紧唔系炒股嘅问题啊，我咁系咩问题啊？诶，咁有冇可能咧？真正嘅问题系隐藏喺桂圆部手机入边咧？手机啊，系啊系啊，佢睇紧手机嗰阵时咧，我唔觉意行到佢后边嘅时候，佢就一定收埋部手机噶啦。嗱，我冇估错啊，桂圆手机入边一定收埋啲不为人知嘅秘密。你两公婆咧要快啲揾我咨询啊！嗱，我而家开始计时吓。佢部手机唔离身噶，就算瞓觉啊，都摄喺个枕头下边嘅。仲有啊，佢系嗰啲咩指纹解锁嗰啲噶嘛，我点开先得噶？简单啫，你咪灌醉佢，跟住抽佢醉咧，揾佢手指解锁咪得咯。系、啊，诶、哎，我而家计，喂，诶、哎、诶、哎你情绪咁失控，系咪发现咗问题啦？好大问题啊！好啊，个肥仔咧唔单止系订咗上海嘅机票，佢仲订做咗套西装啊！我都话个问题收埋喺手机入边啦。佢而家执到咁正，远走高飞，去会个情人，唔通我可以当睇唔到咩？冇错。绝对不可以坐视不理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带埋桂圆过来向我倾诉，我帮你哋解决问题。冇错，我带佢过来。系，带佢过来，我开始计时吓。哎，喂，唔系，而家带佢过来会打草惊蛇噶。啊，我都系翻去搞清楚先。哎，唔系，你带佢过来都可以搞清楚噶，我计。哎。所以呢，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看你？哇！平妹啊，过两日咧就我要出一出差，咁啊两日到就翻啦。你士多老板嚟噶咋？你出咩差啊你？冇嘢，呢事关咧就我哋添大茶饭嚟噶嘛，咁啊大生意啊嘛，咁商家之间咧就要多啲就走动，咁就乱。喂，同你讲咁多嘢，你又唔明咧？总之你就唔好理咁多，我就出。咁但系你知道噶啦，即系我就咁英俊潇洒，你嗰啲气质就咁溜爆啊！你我
阿妹啊，嗯，几好嘛？好。啊，你真系好。啊，你系咪确定你真系好噶？都话好咯。喂，你系咪要买嘢啊？买嘢你自己攞完之后就自己数码埋单啦，好忙啊。唔系，我唔系讲紧呢样啊。我帮你搬啦。我系想问啊，你同桂园之间啊，系咪真系好好？喂，你有冇搞错啊？我搬入嚟，你又搬翻出去。啊，唔系搬出去嘅咩？我都话好咯，我哋冇问题啊，我哋误会咋？喂，你可能意识唔到你哋之间嘅具体问题喺边度噶，你唔使紧张噶，亦都唔使避忌，有咩可以向我倾诉啊？哎呀，有乜好倾诉啫？其实系咁嘅，佢啊一个老男人，就系有时想出去威下咁啫嘛。连我啊都睇佢唔上眼啊！啲妹妹仔啊，鬼睇得啱佢咩？唔系咧，我觉得你将呢件事睇得太简单啦。老男人都会有自己嘅谂法噶嘛。啊，有阵时而家唔出现问题，可能以后就会爆出问题噶啦。我建议你喺我建立嘅呢个精神交流平台上边，同佢进行深入交流。喂，我哋两公婆精神方面冇问题喎。诶，不过有个问题，唔知你解唔解决得到？嗱，我都话你有问题噶啦，你倾诉。就是冇钱的问题啦。我接手了个账户之后，发现咧钱越嚟越少啊。喂，你帮我解决下呢个问题啊。我啫。喂，做咩越走越远啊？有眼，整杯拿铁嚟啊！啊，得得。喂，有冇蛋糕啊？有。边种好食啊？我哋新出咗一款咧蓝莓芝士蛋糕，你试下。咩样噶？嚟。好似都可以噶，梗系可以啦，就佢啦，好啊，俾啲意见啊，呢个位，喂，有客人喺度噶，你两个收敛啲得唔得啊？你两个结咗婚都好耐噶啦，点解仲可以喺外人面前咁依韧嘅？你哋点做到咧？两公婆啊嘛，系嘛？咁但系其实平时我哋都嘈交嘅，嘈嘅咩？吵嘅吵啦，只不过而家咧就暂时未有 B B。所以咧，再嘈极都系两个人嘅事啫。但如果生咗 B B， 我同你讲打交一次，你睇佢，到而家都咁中意玩，一日到一日玩，做嘢做咩啫？你唔中意玩，你个中意玩。我话俾你，如果我老豆仲在生咧，日日催我哋生仔，你连玩都冇得玩。仲讲，即系话你两个而家系因为未有 B B， 所以先可以咁风流快活啫，系嘛？嗯，咁啊系，咁系，咁即系话冇人催佢哋生 B B， 佢哋可以风流快活。如果有人催他们生 BB， 他们之间就会产生矛盾，有矛盾就要找我调解。成叔咁坐档啊，早晨，运动下咁咯。系啊，带住条大金链做运动做早操啊。话时话平时呢个钟数呢，你唔系去咗唱私火局嘅咩？最近私火局呢就唔够人啊。哦，因为有啲呢佢要凑孙，咁我见有时间出嚟喐动下筋骨啦。哦，即系你啲朋友忙住抽孙，咁啊系，咁以佢哋嘅年纪都系时候帮啲后生嘅凑下孙噶啦吓。不过成叔，你嘅侄仔阿有银啊，咁佢同 Coco 都结咗婚啦，佢系卅几岁啦，系嘛？咁乜佢哋两公婆冇动静咩？冇整个孙俾你玩下咩吓？唉，唔好讲啦。其实咧，男人卅几未有生仔咧，都唔出奇啊，因为到五六十岁我哋都生到噶嘛。问题系 Coco 唔肯生啊。我以前提过他们几次的，他们说我烦咯，我现在很少理他们了。你表面上是不理他们啫，其实呢你的心不是这样想的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看你的手机入面啊，你的朋友圈啊，你的 friend 啊，全部在晒紧自己的孙几咁得意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他们有几个呢，那些孙都挺得意的，挺好玩的。既然你同 Coco 佢哋两公婆成日都见面，咁你点解唔趁呢个机会敲打下佢哋？敲打下佢哋啊？即系点敲打佢哋？哎呀，哇，新鲜滚热啦！我啱啱新整嘅无糖曲奇，你试下。嚟，哎呀，小心热啊，小心热。嗯。辣真系好香，好食啊！系嘛？喂，你话无糖嘅，点解甜甜地嘅？哦，我加咗啲木糖醇啊嘛，代糖嚟嘅，吓好健康，同埋咧唔肥嘅。好嘢，好嘢！嗱，有银储咗你真系佢有福气。听唔听到啊？诶，直情三生有幸。嗯。喂，阿 Coco 啊？吓？
如果你有个 B B 嘅话咧，咁你一定系个好妈咪啊！因为咧细路仔都中意食你啲咁嘅嘢噶嘛，系咪？哦，系咩？吓、啊，系、啊。诶，呢啲嘢咧，其实我都唔系日日整嘅啫，我得闲我先整整嘅啫。如果以后有 B B 咧，就冇咁多时间研究呢啲嘢噶啦，吓、啊。阿叔你慢慢食啊吓，我翻入房先。嗯。阿勇啊，几多段位啊？王者咯，咁犀利啊！喂，如果你有个仔嘅话，咁你又可以教佢一齐打机，一齐攞分啦，系咪？咁啊系啊，你讲落有啲意思啊，吓一齐玩。阿叔，乜唔得闲嘅你？又叫你生仔，我点知佢靠咩啫？你仲话唔知？啱啱明明应承咗佢一个险仔，我边有应承佢？佢个谂下都咪谂下都唔得。佢话系你不如生个仔同你一齐打机啊！你话好？我系咁意讲啊，应啊佢啫。你而家咪嫌我唔生仔啊？唔系，绝对仲话唔系？冇谂法。我同你丑话讲在前头啊！如果你要生 B B， 你搵个第二个同你生。哎，有银做咩唔使睇档啊？啊，喺度吞扑？哎呀，吞咩扑啊？家庭战争一触即发吓、啊！家庭战争咁大件事，究竟咩事啊？有咩事啊？嚟嚟去嗰啲嘢啊！今日阿叔又催我哋生仔啊！哎呀，我讲错少少嘢啫嘛 ，Coco 嬲鬼咗我啊，走去呢个话题太难接啦。不话时话，如果 Coco 因为咁小事就同你嗌霎，同你冷战。咁你哋嘅家庭关系会唔会太过脆弱咗少少啦？咁又唔会喎、啊。咁我氹翻佢无奈咁啊冇事。咁你氹得一时，唔通系氹得一世咩？下下都要你氹，你唔觉得你哋夫妻双方嘅心理都有啲唔健康嘅咩？咁讲系咩意思呢？唉，我咁讲嘅意思就系话，我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认为你哋两公婆都需要婚姻自信。婚姻，有啲道理。喂，咁前嗰排咧，你嗰个婚姻咨询师点？哎，几好啊！你睇我而家成个人都健康晒，你都应该试下。话时话你系点识嘅咧？我喺网上识嘅网友嚟，即系你唔系好熟噶咋？未见过。你咁啊够胆介绍俾我噶啦？哎呀，咁你睇下而家效果几好，你而家都冇喺我哋朋友圈瞓啦，系咪先？咁证明佢掂啦。咁啊系，一样揾佢啦，咨询下。诶，唔。你想揾佢？唔使，一样系婚姻咨询啫嘛。我啱啱都开咗呢一个业务，你可以嚟揾我噶。嗱，我又熟悉你哋两公婆嘅情况，然后我仲可以俾个熟人嫁你添。嗱，咁我喺嗰度揾你，一如咁话，嗱，佢快啲嚟啊！好。哇，老公，心情咁好嘅吓？系啊，因为好快就会有生意揾上门噶啦。有生意，你又知嘅？因为咧。Coco 同埋有银好快就会嚟揾我咨询噶啦，我嘅计划成功咗，不过都已经过咗几日噶啦，唔知道有银讲掂阿 Coco 未咧？诶、哦，成叔，你点会嚟咗噶？你会嚟咋？我嚟为你试问啦。我咁听啊，而家 Coco 话要搬走啊，啊，呢件事你点搞啊？哎，咁 Coco 话要搬走，咁佢哋都咁大个人啦，由得佢哋搬咯。你可以追住佢哋，未继续提点佢哋噶嘛？提点乜嘢啊？我就因为按照你所讲嘅咩敲打敲打，系啊系。而家搞到咩嘈喧巴闭，话要搬走。好啦，佢一搬走，有眼就搬走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剩翻我一支公咁点办？有乜点办啊？咁仲有蝶衣喺度噶嘛？蝶衣都几廿岁啦。你话万一我有咩冬瓜豆腐嘅话，阿蝶孭得起我咩吓？肯定要找你有银这些有气有力的后生仔才行嘛。嗱，这件事你负责任。我怎负责任啊？怎负责任啊？第一，你要去讲通他们翻翻嚟同我住。第二，你仲要讲通他们生 B B。嗱，我哋先讲明先。如果呢两样嘢你都做得到的话，你要几多咨询费，我全额给你。老公，得啊，B B生意嚟咯。
哎呀，唔系呢一单生意啊，唔系你成数，又要同你一齐住，又要说服佢哋生 B B， 难度太高啦，难于上青天啊！反正你搞掂佢，吓、咁都得？我呢啲咧就系买菜必备嘅三件宝。哎呀，我要攞翻我罐咸酸啊！你真系去咗咁耐，就为咗罐咸酸啊！